會其實奧運會咧就差別唔係好大嘅啫，即係作為羽毛球嚟講啊，咁所以嗰、那個我哋嗰個難度咧就真係好高啊。但係我哋都係咁講啦，我哋一定要有信心嘅話，就可以爭取到更好嘅成績。目標就當然，我哋嘅目標其實同啱啱可常講嘅目標都係一樣啦，就係、是、大家都會好想可以攞到獎牌嘅，無論係我自己又好，成個球隊嘅目標都係應該係一致嘅。咁而且我哋之前每一屆都可以做到呢一個目標，咁希望今屆都一樣。今次第一次打亞運啦，雖然係第二次去，但係對自己嘅心理嘅壓力或者興，即係嗰有種興奮嘅感覺，所以我覺得。今次好期待去打呢個杭州亞運。世界前十裏面除了安彩龍之外，其實其他都是亞洲，所以其實每一個嘅對手都是一個挑戰嚟嘅。希望自己可以發揮到自己最好的狀態出嚟。快來訂閱通識，按旁邊小鈴鐺給我們點讚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麼想說的，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